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私はにです。ようこそ今日のさくらステージの第12期里。はい、已经到第12站了。12、12其实念起来有点像中二的意思。12，好，12。那12站呢？中二的第12站呢？我们要来教一些中二的台词。本来是这么打算的啦。但我觉得好像非常的不实用啊，中文台词大家看动画应该就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是要来介绍一些称赞的话，称赞的一些形容词。对，我们从最简单的，大家应该很常听到就是卡哇伊，卡哇伊就是可爱的啦，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。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卡开头的，它是卡酷伊，就是很酷的意思。对，卡哇伊是可爱，然后卡酷伊是很酷，对，啊，都是卡开头的，还有帅哥的话是 Ikeman， 对，这个比较特别，这个是用那个平假名写的 Ikeman， 帅哥，那通常不太会叫美女，哎，他们都会就是直接说漂亮的，漂亮的是 Uzukushi， 美丽的，漂亮的 Uzukushi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kirei， 这个也是漂亮的意思哦。kirei， 啊，绮丽啊，看起来就是很华丽、很漂亮的感觉。那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steaky， 然后写成宿敌，这个汉字比较少看见哦。steaky， 这也是漂亮、也是美丽的意思。这三个意思有点相近，但是就是他们口语上用法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啦。不过我们就是要称赞的话，其实应该都可以啦，就是漂亮的意思。好，那还有像是什么很聪明啊，很聪明的话就会说阿他妈意，就是头脑很好的意思，阿他妈意。还有很棒的话 ，excellent。就是很棒嘛，那日文的话就会说斯帕拉西，这应该也蛮常听到斯帕拉西，然后就会动作就会跟着拍手这样，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 ，excellent 的意思啊，非常棒。类似的还有一个叫做 sugoi 啊，非常的厉害，很棒啊。然后另外一种比较口语的用法叫做 sugay。对，不过这个用法，男生比较多能用，对，这个女生比较少会讲，这个、比较像是男性的用语 ，skay。好，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啊 ，umai 其实是比较常听见的是好吃的意思，但是它其实也可以用来说很棒，就是做得很好 ，umai 做得很棒这样子。对，那两种用法，两种意思，同一个字。不卖，好好吃，好棒啊！还有另外一种啊，别的叫做yasashi， yasashi 是温柔善良的。好的，各种称赞的形容词。哎，目前大概想到这些比较常用、比较常看见的、啊，称赞的、漂亮的，然后帅的、聪明的、很棒的。通常不晓得要怎么称赞别人，就说哇 ，superashi， 然后跟着拍手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非常棒。好啦，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斯帕拉系的播音展展第12集咯，开始咯。呼，我们泡好了热乎乎的温泉了。那我们今天打算要去地狱，那我这边先准备一下东西好了，看一下，我们食物也不够了，我们可能要先准备一下食物啊，真的如果没有食物的话有点麻烦，很容易饿死的话，血量一直扣一直扣，也不太妙。那我们今天来做点，我们来做点汤好了，做点简单的汤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要先做一个这个削皮器，好，削皮器啊，这也是新的那个料理材料啊。我看一下来做什么好呢？我们今天先就做点简单的料理就好，先快速简单。那我这边要带蘑菇跟这个，把它磨一磨，看一下应该是这样吧。有了，这是蘑菇的食材。好，哇，有十个。好，那这个削皮器我们暂时也放旁边。好，那这个汤呢，丢进去，
就可以得到一锅热汤了啊、，hot meals 啊、热餐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这蘑菇汤我们要用那个木碗来装，木碗，我记得还有一些木碗啊，这里有，这边可以装，嘿，好，那就得到汤啦。汤的话，这是蘑菇汤啊、哦，非常简单的一个蘑菇汤。这边就啊，这边也是要它也是变成实体放出来的啊、哦，没办法直接喝哦。那我们要拿个筷子，好，这边也是拿筷子哦。我们就来带点蘑菇汤出去，算蛮好做的啦，一次可以装三碗啊，一个蘑菇汤食材可以装三碗汤。好，装了21碗汤应该够吧？那我们要带双筷子，这样我们比较方便快速的吃哦。好，那一堆碗的话，来做个那个碗架好了，边可以把碗放在这里，当当碗架。好，那这个就摆旁边好了。那我们多余的碗就可以把它摆上去。好，一个只能摆2个碗哦，这个碗好大哦，根本就是一块正方形的方块啊。好，按下键就可以拿下来了。好，碗架，好，蛮大一块的。好，那我们食材先就准备这个好了，先简单喝一下。那现在我要处理一下我的刀。好，那我们这把刀的话，我们的荣耀之魂数量已经够了。那接下来要合成的话呢，合成这把刀白狐，我们需要掠夺一，对，我们这个要先附魔才能升级哦，才能合成成这个白狐的刀。附魔好，那我看看我之前打的一些材料的一些附魔装备，不晓得有没有那个掠夺的那个附魔的功能呢？好像没看到，都是截肢克星，都是攻击型的，好像没有打到那个欸，居然真的没有。好，去拿一下我的包包，刚刚泡温泉把包包放在那个更衣室，忘记拿出来，看一下我包包应该有搜到很多武器，没有欸，掠夺应该附在武器上而已，居然没有，没有欸，没有掠夺欸，那我们可能要合成一下那个附魔台了。附魔台，我们先就合最基本的附魔台好了，之后我们可能要升级成这个比较好用，这是比较更好的附魔台。那我们先做这个，2个钻石一本书，好，2个钻石书。那我们应该就不用放书了吧，就直接附魔看看能不能拼到那个掠夺的效果，放旁边好了。掠夺这把刀，六等的，我附到什么了，没有写，我附到 water。那个是水属性攻击啊，这是水属性攻击啊，哇，这个没有用，哇，这样可能有点耗等级耶，看一下哦，哇，要耗那么多啊。好啊，我们的刀附魔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妖刀，然后妖刀的话，它会自己恢复它的耐久度，但是会消耗我们的宝石度或是经验值哦。所以只要放在身上，它就会一直消耗我们的等级就会越来越少。但我想说，我现在把它附魔成功好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把该分解都分解一下好了。我们把要拆的功能拆一拆。我们这把刀没办法拆耶。啊，有，可以拆。好，那其他都拆一拆。好，后来我发现这个特殊的附魔台呢，它是开一次才会花等级哦，每开一次就花5等，所以我想说东西先准备多一点，然后一次把它拆完，
这样才不会等级耗太快。那我这边就稍微拆一下啦。好，差不多收拾好了。那取出了一大堆附魔，但是似乎没有没有掠夺啊，这边没有掠夺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再试一次好了，再附一次看看。我刚把它抽掉了，把它原本的附魔抽掉，现在再附一次，等级4的好了，不死克星。哦，这样附魔好像有点难呢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先往地狱好了。好，那另外一把刀白鞘的那个升级的装备，我先准备一下材料啊，金锭、青砖石锭。1,2,3,4,5,6,7,8,9 好，然后一条线，那跟煤炭砖1,2,3,4,5,6,7,8,9好，有一组哦。好，煤炭砖，然后青金石砖。好，那还有什么呢？黄金有了，然后刀魂珠猪猪猪啊，要一个铁，然后四个魂，这样就一个刀魂锭了。好，然后再把刀魂锭拿去烧，啊，烧一烧就变成刀魂珠。好，那我们材料先丢进来，啊，之后就可以用了。那我装备暂时先穿了铁装。穿这个好了，火焰装，这样就我们就不怕火了。好，那我装备把它隐形装备把它调回来了，现在看得到装备，因为一些敌人也会穿装备，我想说还是看得到比较好。但是我们这边特别装了别的模组，是透明化的模组哦，装备透明化，它只要把装备放中间，然后四周摆上玻璃，大家就看不到我了。就变隐形的铠甲，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哦，隐形裤子效果是都有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它变成透明的好了。这个是我后来新找到的一个模组，觉得还蛮好用的，透明化就适合我现在想要展示自己的 skin， 然后又不想就是不想被装备给盖住了。这样就可以啦。那火焰铠甲大家好像觉得还蛮好看的，那我们就这样穿好了。好，那玻璃放回去。好，那就这样子 ，OK， 准备 OK。那我们的刀魂珠，好啦，那我们就要往地狱前进了。地狱前进，好，地狱的话，我们要盖在哪里呢？目前还不知道盖哪里。比较好欸，盖自己家里好吗？看一下楼上有没有空间，不要盖自己家里啊。自己家的话，这里似乎可以耶，这里好不好？盖这里，这样子，啊，盖家里好了啦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之后再做就是地狱门开关的装置好了。那目前应该没关系吧，我们就直接这样点燃下去啦，就要出发啦。当自己家里的地狱门。好，那打火石带着，以免那个被打坏，被那个地狱幽灵把它炸掉之类的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奇怪的药水，加力量跟回复，但是会很饿。有奇妙的药水。好，差不多这样，该带的都带了，那这样子应该是没问题。哇，我等级变1了耶，我们这个妖刀还真是好会吸收我的经验值哦。哇，他很饿耶，狂吃我的经验值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往地狱咯。好，这个模组的地狱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恐怖的东西耶，装那个怪物模组，应该地狱的怪物应该也会变得很可怕才对。哇，隔壁就有荧光石。好，这里，哇哦，是有骨头吗？
这个是什么骨头砖吗？啊，好像是连地狱都有变成新的生态系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挖一下好了。好，那这边荧光石，哇哦！啊，荧光石也有快速挖掘的效果。地狱岩就没有，地狱岩要自己挖。这个挖回去当那个我们铁板烧的下面的那个点火的地方。好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墓碑耶，这是墓碑耶，挖掉好了，怕它生怪。好，哎，隔壁就是这个是，没错哎，这个是那个塔哎，那个地狱堡垒耶，居然就在隔壁吗？也太酷了吧！我先把地狱门周围的把它挖掉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就可以到那个堡垒去冒险嘞。不过，我们现在看不到它的，我们只知道它的底部，我们看不到它的上面，我们可能要挖上去。那我这边先做个记录好了，记一下这个点。好，地狱门的点先记录一下。那，哎呦，这边有石英耶，我也想挖一下石英。先来挖一下。哇哦，石英还蛮大片的。然后看来好像还好哎，就是到处有燃烧而已，有小只的僵尸猪人哎 ，baby 的啊，然后而且他们拿武器都是新的武器，不一样的武器。好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有点恶心的东西 ，flash， 这个不晓得是什么，挖看挖看，挖掉是没东西啊，掉了一块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肉吗？这个肉加了那个什么，毒药吗？毒药浸泡就变腐肉，有点恶心的东西。好啊，这个好像没什么用，看起来没什么用。好，我们就挖一下石英，然后我们往那个地狱堡垒前进。好，应该 OK 了，在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从这里挖上去好了，直直的，阶梯式的挖上去。嘿，好，这还蛮幸运的。地狱堡垒其实不太好找，我记得我第一次玩 Minecraft， 然后跑到地狱里的时候呢，好像跑遍了几乎整个地狱都没有找到，大概找了好久好久，两三小时以上了。最后才终于到很远的地方才找到，对，这个也真是可遇不可求啊！那是什么？很像一个火焰花哎，这边也有，地狱有新的植物哦。好，虽然是地狱，但是怎么感觉有点暗啊？看起来有点暗。好，这里应该就上面了吧？还没到。有了有了 ，OK， 上来了，挖上来了，这里好，看了大地图的话，往前走，就是一个小尽头嘞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走这边看看，这边是没有遇到什么怪物哎，哇哦，石英的经验值好像也还蛮多的哎。没东西，然后这边好像是尽头了，这边断掉了，这边也没东西。好，那往这边看看，这边就断桥了，然后像没东西，好吧，没东西，那我们就往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感觉延伸的还蛮远的，这边一直走。这里好像还蛮宁静的啊，这边都没有怪耶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有了，这里有生怪砖，发现生怪砖了，
这边呜呜呜呜呜，被他突然出现吓到，啊、哦，是烈焰神哎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在这边刷那个那个烈焰感，哎、欸，不错哦，这边记录一下烈焰感。哦，那我这边先把它围一个起来，哦 ，BOSS 级的，雷亚的，好哦，还好还好，我们哦，他会中毒加凋零。打到一把刀，我们现在有这把刀打起来还蛮好打的，而且我们这个刀其实可以反弹它的火焰弹，应该可以吧？我记得可以，可是烈焰神的不晓得行不行。一般的火焰弹是可以防的，我这边先稍微把它挡住一下好了，然后我想再盖个门，这样我上不去。马上就喷火！哎呦，烧起来了呢！好，妖刀转变，嗯，怎么又变妖刀转变了？我们这把不是已经变妖刀了吗？有刀名的刀刃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有特别的技能哦，叫做次元斩，这招可以，好像可以隔空攻击的样子。来试一下隔空攻击，哦有哎，按着右键就是蓄力，然后就可以斩他，次元斩啊，穿越次元的斩击有点猛，但是使用技能的话会耗这个荣耀之魂，现在3027哦，花20哎，用一次花20也是蛮花的啦。好，没有有抗火就蛮好打的。先把它围起来。那我想做个门呢、欸，做个门挡住一下。好，这样子。那、啊、我们烈焰神练攻防。哦，好啦，那我就稍微在这边收集一下我们的烈焰感好了。好，我烈焰感啊，对哈，我可以先合成我的新刀，我的白鞘可以把它合回来了。我觉得我好容易饿哦，觉得变成妖刀，它一直吃我的宝石度跟经验，我经验值都累积不了哎，这样好吗？妖刀一直吃啊，好，先来做合成我们的白鞘吧。哦，想说有谁在打我，突然有一只幽灵跑过来了。吓我一跳！好，啊，好，我们来合刀。好，线，然后白鞘跟烈焰杆跟刀魂珠，哎、欸，是放错顺序了。哦，有了，大太刀 ，OK， 终于我的大太刀又回来了。啊，我觉得我这一格是不是要把它盖住啊？把它盖住好了。好，我们烈焰感也收集了差不多了，我来做点，我们来做一下新装备好了。好，这边要做的是黑曜石套装啊，我们装了的新模组黑曜石有装备哦，还蛮多种的，这是另外一种一般的，然后这个是有加烈焰粉的特别的装备，还蛮酷的样子。可是我们铠甲装火焰铠，所以先不用裤子好了。裤子跟鞋子啊，烈焰粉一个烈焰粉，鞋子是两个烈焰粉。好，这边只有地狱才能打到这个，然后才能合成。先来做个裤子好了，这个的防御率不晓得高不高哎、欸。好，黑曜石铠甲，黑曜石的腿裤。然后鞋子、帽子的话，会不会是放这里啊？哎，是真的哎。好，得到了黑曜石套装，那铠甲就暂时先穿原本的好了。装上去。哦，等一下有人哦，僵尸猪人吓我一跳。好，哎，好像有点帅哎。哇，好像还蛮好看的啊！这个帽子
帽子有点宽松的感觉啊，其实还不错啦。看一下，有腰带，然后裤子跟鞋子，有黄金点缀的感觉哦。不过它那个其实是烈焰粉哎。好啦，不错不错，我们的防御率好像蛮高的哎。我们现在防御率已经满了，我们现在防御率是已经最满了，主要它的防御率是比铁装还高的哦。看他的防御比铁装还好，哦，不错哦。好，那我就收割一下最后一波，最后一波烈焰神们。好，啪啪啪啪啪，啊，轻松解决。不是精英怪的话，应该很轻松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继续探索一下吧。虽然我来地狱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已经完成了，也挖到了石英，也挖到各种东西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有熔岩史莱姆哎，打一下那个熔岩球，熔岩球哎，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，打一下。哦，连小只的也有精英怪，小只的也会变精英怪，结果没人掉啊，没人掉熔岩球。这里好像是我回来的地方嘛，这里没路，那就是往直走啦。哦，好，下面那一块就是烈焰神的，那往前。哇，这里好大片的石英哦。好，这里的烈焰堡垒不对，地狱堡垒形状还蛮完整的耶，就还蛮大一片的，都连在一起。哇，这里也有。哇，原来石英在地狱是这么多的吗？啊，我以为不好找哎，没想到一大片，跟煤炭一样。好，差不多挖到这里，往回走。好，我们有三条路可以选，这里是回来的路，先往右边好了。看一下地图，右边好像没有太远。有楼梯，这边可以往上一层楼哎，看一下。通常这里会有神怪专说，但是好像没有。好，上面好像也没东西耶，算了。那这边就这个楼梯没东西，我们把它弄掉。好，做个记号，好啦。那这条路没东西，那就往前走吧。大太刀再修一下，这把刀那也就没那么高，没有那把刀，没有那个名刀日本刀高啊。好，往前走的话好像很远，往左走的话好像也很长耶。先往左好了。哇，这里还有岔路哦。这里也是一个楼梯。好，哎，这边楼梯上来都没东西的。好啦，这边没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左边好了，这里好像还有一块地方。哦，哇，这个还蛮长的一条路，通到哪里啊？这里真的很完整哎，该不会没路吧？没路，好，没路，好，很好。看一下小地图。整条路前面左转，前面左转应该有别的路。好，这里还有，这里是不是又有一个岔路的样子啊？有点断桥啊。啊，补起来。好，然后这里似乎也没东西呢，这边也没路。这个是什么？灰哦，灰石，没有用，吃掉。好，这里也没东西，很好。那就剩回头路了，回头路，然后转过去，再往前哦，只能往前了吗？好，哇，前面哦。
哦，凋零出来了。哎，喂，还有头，还有头。好，大史莱姆，这里有毒、哦、凋零，这里还有骨头人。好，然后凋零是通常都会在这种小房间里出现啊。史莱姆。哎，怎么都没有掉球啊？有有有，熔岩球，看一下目前的熔岩球可以做什么呢？嗯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可以合成熔岩球，哎，好酷哦！好，那可以做这个装备啊，这个是护符啊，这应该是防火之类的吧？不晓得，还没有做到那个去，来之后再说吧。好，那这边是楼上，这边有路，先看一下。这边好像，哇，这边也通到很远呢。这是堡垒的那个最上方了吧？那个是什么？看一下，那是什么矿石吗？Grass block。什么？哇、哦！踩到上面会燃烧。这个是哎、欸，打掉只有泥土，所以这个算是一个陷阱的东西吗？燃烧的泥土，踩到上面会烧起来。哦，这个地方小房间有宝箱，应该会有怪物才对啊。哦，这里耶，太好了，地狱疙瘩，现在开宝箱，钻石马凯呀、啊，没什么好东西，东西也太烂了吧，钻石马凯，好，地狱疙瘩采收一下，然后这个沙子，灵魂沙。好，接下来就往上二楼了。这种地方记得会有烈焰神之类的神怪砖，几乎没有哎、欸，蛮安全的嘛。哇哦，哎、欸，这是草地吗？这里居然有树还有藤蔓哎、欸！哇，这个连地底的生态系都变了，有一些树，这个不知道什么奇怪的方块，等一下再下去好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了。哦，这里有宝箱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把你斩掉！好，我的刀，那酒不够了。啊，我们先用简单的这个修理一下。好，这边宝箱也没什么好东西嘛，普通。好啊，这个堡垒真的好大哦。哎、欸，绕一圈绕回来了，所以这里都没东西了。哎呀，这边有一个往下的路，先来看一下。哦，有人冲过来，小只的骷髅弓箭手，啊，好多凋零哦，哦 ，BOSS 级的。好黑哦，他根本黑的跟看不到人。哎、欸，有人卡在下面嘞，有人卡住了，不理他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宝箱，太好了。啊，这就没路了。好，耶、yeah ！地狱的宝箱还真的是没什么好东西耶。
记得宝箱有机会开到就是一个爱心，那也可以永久增加生命值的，觉得还不错。这好像没有开到，还没有拿到过。这里哇掉下去了，这样，跑太快掉下去了。还好我们是防火的，有点高，有点高啊。还好我们是防火的。哇，好高哦！这样要再爬回去。没想到这居然是断桥了。好，总算爬回来了。好暗哦。哦，有幽灵。地狱的幽灵长得不一样，是就是有颜色的，不是像一般白白的。感觉比较坏，比较凶的感觉哦。嘿，解决啦！好，这里把它挡起来好了，避免下次又把它摔下去啊。好，对面好像是，对面好像是别的别的那个地狱堡垒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走，先走原路好了。哇，好多路哦。你这里可以往下走，我们走走看好了，往下走。好暗哦。好，史莱姆汁。好，这里没东西了，断桥了。好，那这边就探索完了。那我们往下走好了，这边往上，然后这边往下，好，走回去原本刚刚那个很大一片的，大一片的这里。好，这里后面还有路，这是刚刚楼上的楼下，楼上的楼下，好，这里还可以往下这边算 B1 了吧，地下一楼。隔壁有小猪，僵尸猪，哇，这里还有一波，还有一波地狱疙瘩，这里有宝箱，先拿。好，宝箱，走了好多凯哦，一堆马凯。我们之后应该，可是这好像也不能还原哦，因为这好像 也不是合成的，对，没办法还原。好，就收藏一下吧。反正我记得我住的那边有一些马，之后再去巡抚一下马。这个什么啊 ？Levers， 地狱的植物吗？植物方块。这是木头这个居然是木头，哇！然后是草地地狱草地。这个草地打掉居然是掉这个地狱石有幽灵。然后它的树叶打掉这是树叶啦。然后这个是它的木头，地狱的木头。那它木头打掉其实就跟一般的木头是一样的。地狱木头不一样颜色不太一样。好啊，那就围起来。好，继续往前走吧。这又有一个宝箱，哇塞，这也是宝箱连发。哇，这么多宝箱，没什么好东西啊，都是差不多的东西。好，这里就没路了。好，哇，这一块地狱堡垒真的是很多东西可以搜刮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我们食物居然快吃完了，这个汤没想到饱食度补的没有很多补一点点而已。而且我们好像吃太多，然后它的效果就降低了。我们换刚吃打到的饼干好了，换吃一下这个。我们等级怎么突然变成26了？等级突然变好高哦！没有注意哦，这里又有一只生怪砖哦。好，
我们可以把他的火焰弹把它斩掉。我们刀很强，可以斩掉他的火焰弹。好，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生怪砖了。这边的话比较远，比较远的话就算了吧。我们应该只要留一个就够了，留一个生怪砖就够了。这个就把它敲掉。经验值，哇，敲掉经验值还蛮多的耶。好，那这一条路也解决了，这条路没东西了。那么就是再往前，这里右转，这里。好，这里的话右转。诶，这里好像探索完咯，这里好像就尽头了，然后就没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的这个地狱堡垒应该就差不多探索完毕了。好，这一块骨头不晓得是什么，这个包能不能拆掉？欸，这骨头可以拆吗？嗯，有欸，是不是有掉东西下来？东西太多了。他直接掉整块的骨头下来，哇，这可以做骨粉哦，这个可以直接做成一大堆的骨粉哎，哈哈，好，那这还不错啊，可以做很多骨粉，这样我们种田就比较方便哦。啊，没想到这地狱的骨头直接做成骨粉啊，我们挖中间就好了，中间比较大的那个可以做比较多。然后小的话就做比较少，那一个大的可以做12个骨粉耶，多。好，地狱看起来还蛮熟悉的啊，过得还蛮开心的啊，逛得很愉快啊，这是我们刚刚逛过的地狱堡垒的对面啊。好，那我就稍微再收集一下荧光石跟一些还有什么要收集，好像收集的差不多了啊，应该差不多了啦。那我收集一下材料之后呢，我之后就回去原来的世界啦。这一只黑色的凋零，欸，等一下，哪里僵尸吗？欸，哦，来了。这时候就要用我们的次元斩，有用吗？好像太远了，斩不到，斩不到哎，太远了，次元斩也打不到的地方，好吧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先，这只凋零是不是呆掉啊？一直摇头。哦，哎呦，它，等下它会补血，等下它是特别的怪，它是精英级的怪哎。血量300多，我以为看错了。哇，他召唤好多虫哦，好恶哦，然后还召唤凋零，刚用出了什么剑气耶，好像很厉害。召唤虫的血量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突然解决了。哦，还有幽灵，哦。我现在评价高的时候，好像斩一斩就会有剑气出现哦，算是一个额外的攻击，呼，解决了。然后那地狱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精英怪啊，像刚刚那个特别的，那血量有300耶。啊，这幽灵好烦哦，打不到他，太远了，我斩不到。斩。次元斩，斩不到哎，可恶！对面有地狱堡垒，好想直接搭过去哦。次元斩，斩到了吧？敢靠近？啊，有掉火药。
好啦，那今天差不多就先到这边吧。那我之后就是在这边挖一挖，探索一下，收集搜刮好东西就会回去啦。好，这一大片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好了。这又有感觉是另外一个地狱堡垒的感觉哦。好，石英针也是挖不用钱的，跟那个煤炭一样。好，然后这边骨粉荧光石哦，各种搜刮，太好了，材料很多很多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咯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地狱大成功，然后还做了黑曜石套装，还蛮酷的。那帽子其实有点像那个什么学生帽，有点像啊，但是还是有差一点。黑曜石套装防御率也是蛮高的，蛮好用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咯，我们下一集希望能成功升级啊，我们之后应该会做那个特别的附魔台，那我们那个就比较方便，可以附魔到掠夺这个属性，然后就可以把它合成成新刀啦。那另外把我们的大太刀，今天合出的大太刀呢，之后它要1000杀哎，1000杀才能再升级下一阶段。那之后回家就到我地下的那个深怪塔锻炼一下吧。好啦，一切都还蛮顺利的进行中。好，那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之后再继续冒险喽。大家拜拜。レッドストーンポケット、お送りします。